跟一念断处跟回光一照，这是什么？当下见性哦。所以明心见性没有难处啊，一肯肯定哦，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，是佛性，不再疑惑，那就是大家的无上福报啊。今天就不要观顶啊，观顶是为修法的，不修法不要观顶，观呢没用处，这是为修法开条路，不修法就顶观了没用处，是大家吃热乎，吃热乎没用处。那净土宗修法，我们明天就传心宗，就净土宗啊。今天是传这个心中心法啊，大家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要修心中心法的观顶啊，不修心中心法的不需要观顶啊。上次已经观过顶，已经修法的人也不要再观顶啊，重观不需要，重观也不需要。刚刚师父说了，就是不修心中心法的你不要观顶的，还有以前观过顶的也不要，哎，这里面人太多，哎，好吧，就是已经观过顶的人就退一退。师父的法门就这样，你上次说的法就不要再观顶。观过顶的就不要再观顶。好吧，不行。哎呀，今天有这么多人就心中心法，恐怕。恐怕有水分。阿弥陀佛，是大家注意，灌顶不修法没好处，不是灌顶好处，没好处，就是免得道法灌顶正式传授，修起法来就等正式受用有好处，不修法没用处啊，对灌顶不是。这好的价值不是啊，就是免得是道法，这灌顶传是正，正是就有护法神的价值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你不修法，你什么护法神价值没有啊？就大家没有不修心中心法，请退出。就是师傅，你再强点，你有些孩子不能灌的。再说了，师傅没听师傅说清楚吗？不修心中心法的师傅，今天不要灌了。灌了对你也有益处啊，反而有害处，因为这个法在不修是少法。因为这小是不是在修心中心法？能修吗？他能修不修心中法？这个大法是严肃的啊，一个大法，不是闹着玩的。
师傅一再强调大家也听话就行了，不修法，您要要不咱不要管这个，也好，不管不要在这个堂里，你不修法管什么？二十一一啊，那今天就填充这个，师傅一就再讲嘛，咱把话题说了。对对，如果收了法，管了丁，必须修法，是吧？师傅给咱们媳妇，你再修，再那个管理吧，大家要把这个负责，包括这个对的。怪老丁不修法还是不行，是吧？所以说你必须得修心中心法，嗯啊，才能非但不行，哎，怪老丁不行，非但不行，还要受护法的谴责，哎，对，要照地点，谴责你们家里就倒霉，嗯，你照地这样子啊，哎，嗯，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啊。但是这个小孩如果不修法，还是不要他管，哎，对，嗯，哎，不修法还是不要管，哎。哎，有净土宗，我们明天就讲净土宗。明天就啊，对，您讲净土宗。很好，很好，这很好，这很好。咱这样子就是护法，师傅来一次很不容易哈。咱一定要听师傅的话。一定修法，师傅要慈悲哈。是，不修法，你观音就护法神谴责你们家里不好啊，这点要注意。大家都发现修法，我们拉稀，我们说好，既然发现修法，我们就先礼佛三拜，拜佛啊，三个拜。藏的密宗里和日本洞面里都有这法，就是西藏和日本都不清传，在西藏这红教有，这宁玛派有，白教、黑教、花教、黄教都没有这个心中心法。这个红教有，红教的祖师像最近代的就是洛喇嘛，他到上海的传法，就传这心中心法，传了一个人，都是他不传，他并不是秘密的传，这个法是无相的法，是行了，快去赶快去，我带他去。后面听了，这个呢？他别再动了啊！因为在密宗里，它有分九乘次第的。什么叫九乘次第啊？就是一开始要学邪教，邪教是经文，要把小乘的经文、二乘的经文、五乘的经文都学通了。明白道理了，这才叫修。密法是四修，不讲理论的，就四修是密法。先要通过学习，认识这个修法的
这个路径弄通了之后，这样的实修是个外善知，能够修是外善知，直转到内善称，内善称呢就讲实修了，先修什么？先要修四相，在四上修，修什么法？修怎么能够消灾，怎么能够除障，怎么能够正义，就得点好处，发财啊，都包括在内。所以你总有财政法，发财一个四修，修四修，四一段。然后再进到生息次第，就从无少有观想观成功。比如现在修的这个破瓦法，破瓦法就是要生息段进入实践啊，将来有保证，就观想自己的脉管，从会阴到凡旋，得管通，管子亮的像日光灯管一样。这个管子里面还有个明点，像黄豆大小，在管子当中，啊，这个明点脉管管好之后，要把它升起来，用一口气，就用丹田气，就开始气脉明点，先念，深呼吸丹田气，用嘿，就升到头顶，啊，那么啊，落下好的回音，看这么放开修，这叫。升起次第，先修这个法，宝宝行就是，好，我可以升西方就个世界了。假如一口气不来，原界我升西方，啊，然后再进修其他法，就最提醒的法就是这个破瓦，就升西方就个世界。升起次第修好，修圆满次第，就把身体向。化空一点没有，要见本性成佛。因为我们要成佛，要明心见性啊，不明心见不行。有相东西都是假的，《金刚经》说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有相东西都是假的，啊！你不要当希望这个世界是真假的，原因是假的，是阿弥陀佛。在因地发心修功德积累，积累的一个净土，就功德国土，这也是假象。为什么？西方就是世界说法，说什么法？别说空苦无常，你不要当真啊！这个世界也是假的，空的。所以阿弥陀佛在西方就是世界也退位的，谁来继位了？观世音菩萨。观世菩萨继位了，成佛了，那阿弥陀佛就退位了，所以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就叫另外一个名字，就比现在的世界名，那世界现在世界还美好。观世菩萨也要退位了，谁来了？就大势菩萨的继位，都不是永远让你不变，因为有相东西是靠不住的，我们佛性是真的。那是无相的，所以要证得无相的相，就是无相相的性，没有相的相，就无相相。没有相的有什么相呢？就是我们的佛性啊，还是没有相啊，证到这个佛性，这叫做圆满实际。从升起直到圆满实际，啊，次一步升起圆满实际叫内善知，三步。那圆满次第又分三步，又分三步，从浅入深。第一步，这西藏文说起来就是玛哈亚达，玛哈就是大，玛哈大，瑜伽，瑜伽就是梵文瑜伽的翻译，我们说瑜伽功是吧？瑜伽就是瑜伽，这个翻译等于瑜伽，我们中文念白了，念成瑜伽，这是瑜伽。玛哈瑜伽是大圆满，
阿诺亚嘎就无上圆满，阿迪亚嘎无比圆满，所以这个里面又算在无就九生四季了。这个心中心法呢是最后一步，所以是阿迪亚嘎叫无比圆满。他没有相，这西藏一下子不好修，所以要从有相修起，从有相修到无相去要几十年，就一下子不传，他无法传，传了修不起来。这西藏有这个法还不清楚，日本也有的心中心法，日本也有，东面没中了，他也不清传。现在就是一个台湾的和尚叫怀哲，曾经到日本学密法，住高以山，日本的中文叫高以山。就从前我们惠普禅师传给空海大师，也叫弘法大师，是日本和尚，就高以山修密法正道，把密法传下来，日本密法就叫高以山。在高野山住了六年，学这个密法，学了后面知道高野山还有心中心法呢，他说我也学这个法了，心中心法这么好，读生嘛，我也学这个法。他的师父说，你还是小和尚啊，还不够资格学呢，等你到阿舍尼的位置啊，再给你传。他住不下去了，就六年了也不学不到。几次学到，就他又跑到西藏去。到西藏去，西藏刚才讲了，黄教、白教、黑教、化都没有这个法，这红教有啊。红教师傅你要学这个法也可以，住西藏学二十年密法之后再传。可见是西藏也有，但是不清楚。所以那个红教师傅叫洛朗霍到上海，他是传的，他传的不广。因此。这个法是本来就有的，不是新兴的法，从前没有，现在新兴不是，本来有，就大家不知道，哎，隐秘了。我们四公呢，大愚法师，并不是从这个罗拉夫妇学来，罗拉夫妇的时候在上海传法，他老早就成道，他是留在东宁寺出家，东宁寺大家知道啊。那是净土宗道场，专门念佛法，还叫念阿弥陀佛。就现在的这个净土法门呢，就是由东宁寺传下来的。东宁是慧云法师，慧云法师这么一传，这个净土净土宗呢，那时候打内战，两派首领都尊敬这个慧云法师，道德高深，纪律。建立警民是非常崇敬，所以我们不去进犯那个地方，不去进犯那个和平区啊，等于是大家逃难的就逃那里去避难去了，人多了，人多了就品味混杂，他本来是禅宗，那些人多了各个人参禅吗？参不了，所以他就那个念佛堂，第二堂是念佛堂，第一个堂是禅堂参禅。就从他那里开始接受念佛，就是净土宗传下来，就现在东宁寺就是净土宗的祖庭，祖宗的老祖宗。我们师公在净这个东宁寺出家修净土宗啊，净土宗有两种三昧，一种是念佛三昧，一种是波州三昧。念佛三昧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念阿弥陀佛，全部都好，都去法界定力，要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大师傅教导我们呢，要都是六根精进相继啊，要把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六根用一句符号抓住它，都不要动，都是六根精进相继，要不停的念啊，把我们的心。念开，妄想念掉，心花开，见了本性，那才行啊！就叫念佛三昧。现在人啊，不谈念佛三昧，说不要三昧，我们念佛不要三昧，我们只要能够阿弥陀经深信就好。你没有三昧，
怎么能够有得到阿弥陀佛的经营呢？所以现在你比较糊涂，所以经营到一三年，另一个三年，跟一念淡处，跟回光一照，这是什么？当下见性哦。所以明心见性没有难处啊，一肯肯定，哦，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是佛性，不再疑惑，那就是大家的无上福报啊。睡，一天到晚念佛，不许坐，不许睡，连都疲倦得很啊。梁上挂一个绳，拉住绳子，站住休息一下，不可以靠着墙上休息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就这个三昧更难修了，现在净土人没有谁来修这个三昧，不能再修。我们大约施工呢，他是圣思性切发很轻，今天我能出家修行就是无上福报，你有这个福报我不能浪费，我一定好好的修，在佛菩萨面前发愿，我要修波多三昧，能行能行我能做，这个自命的好，我要除实放修，要修下去完成我的自命，这死为止，除非死，我一口气在，一定要修下去，不怕吃苦。他发心要修，走走走，这个腿呢，两个腿都肿了，走不动了。一天到晚不休息不走，谁能走到？就是舍己，吃不消。但是他发了愿，除死放生，现在还没死呢，腿肿了，还要走，走不动了，在地下爬。爬行，爬不动了，两个手也肿了，这叫滚，吃不停止，吃大苦赖大牢，心吃透了，才真正入定。在深圳的禅定当中，感到普贤菩萨现身，摸顶传法。那么大家都读了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《法华经》就是普贤菩萨说。后来有人若再昧。我就现身其前，给他摸顶，给他传授，给他受记，这是普贤菩萨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发愿，有人入定他的信心，给他摸顶受记，所以他到普贤菩萨的办事摸顶传法，传这个信众心。菩萨说，修法不要像你这么吃苦，这样吃苦。能几个人肯定人家做有秘法借佛的力量加倍可以受事半功倍之效，不要这样吃苦，佛的加持之力很快能够打开来接到本性，我就想传你的法，比如怎么样子持咒，怎么样戒定，怎么样修持，怎么打坐啊，传到他，告诉他大藏经营也是法本，大藏经的密布，你去看，有法本参考。就是法本是有什么修法没有？是现在我传授，传给你了。怎么打坐？所以他得了法之后，这个菩萨还叮嘱他：你将来得到，我下山广传这个法，不要像这个西藏、日本不清传，用我们的世界英文道理。大家修这个法，容易得力，容易开悟，所以补救禅宗净土的不足。怎么补救不足呢？
因为禅宗现在禅化的人不起疫情，禅念佛是谁，念佛是谁，他起不起疑问来，他在念啊，念佛是谁，念佛是谁，念佛，那还不如念阿弥陀佛好，念阿弥陀佛有佛的加持，念佛是谁，完全自力修行，没有佛的加持，所以现在禅宗把它禁起，所以是禅宗很衰败些。净土宗啊，净土宗也是如此，都不要三明，我们不要三明，不要三明，我们三心念佛代以往生。哦，三心念佛能够代以往生吗？这做不到了哦。那灵智大师说，现在人啊，念佛再多，生气再少，为什么？念佛心不通气故，念佛之心不通气，就是有口无心，呼呼咽咽，马马虎虎。这样念佛，所以不得名。因此，念佛人倒蛮多，真正的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不多。他不要三昧，他不要用心念佛，所以这是很惨。现在呢，有的心中心法呢，可以补救一下，就是我们的法，偶巧投胎，有什么？路子好转转转转空子没空，一定要抽两小时，没两小时不算。修法是一定要心念，哎呦，念之后念清清爽爽，耳朵听得清爽，耳朵听得不清爽，那就是有妄念，妄念是不行。用功很严谨，要求很严，敷衍不了，不可以说说。哦，三心念佛在于往生，不许，不能是句子。我们真正用功修，就能够把心上的这种所有的妄心、妄想、妄念一起消光，就能证到净土宗说法开皆佛悟，心化开悟，见到本性佛，开悟了。所以。心中心法就是净土宗，这释迦牟尼说的，在法本上说清楚。因为我们心中心法有个手印，第四个手印就是说开悟见性成大道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及西大九方净土都能够随愿往生，圆足道。这就是净土宗，就能够补救净土的不足，能补救财通的不足，能尽心，就叫我们施工下去帮传。我们施工下来是下山成道，要传道了，谁认识他？他是穷和尚，人家是不借经传，没有名字，他在如果在东京是自己闭关修行，人家也不知道哪里是和尚，他也是很穷很苦，没有什么大财主的故事。你虽然向他学法，就他有信心，他让大家晓得有这个法，向我学习，我传，这信心什么？信神通之后，就引起诸方责难，尤其是这个太虚大师、印光大师，哎呀，信神通说法就不是佛法，啊，佛法又讲的是怎么样心传心，怎么不可以说是信神通？信神通就不想干。所以引起很多诽谤，但是我们师父忍辱负重，你诽谤诽谤就诽谤吧，问无问心无愧，无非是要明文要逆扬，如果把这话传下去，让他知道的话，来向着学习。因此，他是写了很多神通，后来就看不对，不能再写神通，就隐居了，就还传法传下来，因为我们师父在继承了弘扬。然后有人传了，他隐居。现在他还在，他并没有圆寂，他还在陕西东南山，有一点人就可以见到他，啊，还是，就他就发生发生了，就这么样来的，给大家讲一下。你们真能够有心好好的修心，上座时死心塌地，譬如已经死了。上座了，
什么事也不管，死了你还能管吗？那么你出望就断了，希望来的时候这个命一踹，你不踩它，把咒气起来，嗡巴拉巴拉僧巴拉僧巴拉尼啊哈尼哈尼说啊，这个妄念就消了。我们这真正能够实行大地上座心平而无修法，下座时在明明观照，因为我们用功啊，要辛苦用功，一天24小时，咱打一个坐是2小时，还22小时都放一放，这功夫做不上，所以要下座时明明观照，看着你的起坐，你的一起，哎，一定来了不成，把这一起。啊，这个咒一提把这个名字划空了，所以这样看着问题。上周实行大地心平而稳，下周明明观照逆起不随，你的一起不跟他跑。啊，这个逆起不随，这讲的比方容易懂。大街上来往行人很多，你不认识他，他不认识你，大家过去了，是吧？你走你，他走就过去了。立刻来想行人要不成，如果不成他过去啊，那么你自己往前直走，哎，就是你修道啊，往前直走也是你成功啊，时时刻刻讲的行命安稳，下坐明明观照，这样打坐不要一轻坐，我们说起来一轻坐就打开本来就是本性，不要一轻坐，三五百坐一定能打开了见到，因为这个事情三分打开人很多，不是一个两个都打开，反过来你不用功修行，你在座上不是心里而注意力，心里你要想别东西，这个老师那个事情，哦，怎么解释怎么处理，坏了，你座上想妄想，那三天都打不开没用处，所以我们师父说的是这样子，哦，你好用功，一切都能打开，就实际上真用功，不要一切都，反过来不用功，三千都有用，所以我们一定好好的修法，就是这个法怎么修，上座是什么呢？一个过程啊，一个过程，就是在未进之前先合掌念四皈依，南无咕噜呗，南无达呀，南无达尔玛呀，三达呀，念三遍到七遍，接下来就念南无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神起，念三遍，再接下来就祈祷，就祈求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神起，慈力加倍，孝业障，是爱心若佛，寻求中心中心法，早日成道，救度众生，祷告一遍啊，那么就接引了，就刚才叫的引了，叫菩提心念。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叫菩提心，就在这念大志愿，我成佛救度众生。有这样的大志愿，我们事情来成就。没大志愿啊，事情碰到一点挫折。大退堂鼓都不肯修，所以一定要发大志愿，大志愿也不怕吃苦，要往之前就能修道，所以菩提心是最重要的意义，密宗里这个两个手这么接那么接，手艺翻来翻去有11000种，以这个手艺菩提心是诸病之王，因为没菩提心不一定都不行，就比如造百丈高楼，墙角打得不牢固，那个大楼要倒下来没用，所以就菩提心是诸因之母，所以把这个因缘修好。这个咒念的时候是心念耳闻不出声的金刚石，水尘微动，微微动，为什么要动呢？因为水尘不动就默念，默念就耗血，也容易打瞌睡。都是哎，睡着了，那不行。所以要嘴唇没动，这个手印要用黄布盖起来。为什么要盖呢？有空中有菩萨神灵经过，看见这个手印，还要向这个手印顶礼。那么我们刚刚修法，
不能接受菩萨生的，所以要那个黄布罩起头，再罩起来。两小时到了之后，不要来不及闪应，要把手往头顶上，念着咒，就念唵巴拉巴拉咒，念十五遍，再发愿，就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不朽于佛。就我们修法的目的是要成道度众生，不是为了名闻利养，不是为了求神通，不求，一切都不求，这样子就正大道，不会入魔了。不然你求神通要入魔的，不求，我们叫成道度众生，修法的次序是这样。我们现在六个手印，每个手印是修八柱，依次前进，就第一印修完修第二印，第二印修完就第三印，就跳，不做八柱，不要马上就修第二印，就六八四的八柱是第一圈，就一到六就四十八天，我们现在每天修一次。接下来再从一开始再修到第六印，又是四十八座，合起来九十六座。九十六座之后，那个第一印、二三印、五印、六印，就一三五六暂时放下不修，就专修二四印。因为手印是作用不同，手印有不同的作用。第二印是专门是消障的、治病的。就是我们过去式过去式啊，不晓得多少世啊，地球成立好几亿年啊，我们做人长寿这不才一百岁，就是跟里面别生的是多少世数，难免不造业，造业就业障，所以要用第二印来消这个业障。我们现在生病啊，所有的病都是业障病，没有业障啊，就不生病，就很好，身体健康。生病都是有业障，所以叫消障治病的，就第二印。第四印呢？第四印是如来母印，由母生子，就成佛的，开智慧，成佛，发神通，啊，生西方净土，七大九方净土，就靠这个第四印。第四印作用大，所以我们就修一天二印，修六天十印，合起来一个星期，一加就是七天吗？一个星期，修一天二印，六天十印，这样子修，修到我们大彻大悟为止，修法就这样修，六个手印，六个手印的作用和大家讲一讲。第一个手印就是发菩提心啊，天天打自愿。第二个手印讲一讲哦，就是消障治病哦。第三个手印就是震慑菩提心，就是诸佛菩萨放光加庇我们，推着我们下去飞飞进。这个手印也能够给别人治病啊，所以这个第三个手印。第四个手印刚才讲了，开智慧成佛，发众生净土。第五个手印是叫如来三界陀罗尼印，就诸佛菩萨的密咒的功德力量都加倍在这个手印上，就这个手印力量大，能够降魔破外道的邪法，能够移山倒海，就是作用很大。第六个手印叫如来语印，就是如来说的话，一话语就是言语，所有经文一目了然，不能贯通，不能知道，能够招请诸菩萨，请哪个菩萨请哪个菩萨，请哪个菩萨请哪个菩萨，因为如来语你成道了，我说的话就是佛法的命令，叫哪个就哪个，所以这样的功德，六个手印作用不同，所以我们要从一到六。修两轮之后就断修二十，修法就如此。
今天我把这个修法给大家讲一讲，这个法的来由也和大家讲一讲啊，大家来知道。你们还是问题吗？有问题提出来。上次我有时候那个没人发现，我家里有孩子，我马上我是一个老师，马上放假孩子给接过来，孩子小。当时就说莲花印对那个时间限制是很大的，限制啊，但是说这个新东西至少两年，对，他到时候就是哎呀，乱糟糟。新东西你现在不能修，慢慢的修，还是先修莲花印。莲花印，哎，对，先修莲花印，对。啊，师傅要是修这个莲花印，也修的深，就是多少岁也修不了那新东西吧。何时再修？修一百周之后就可以修。一百周之后。师傅，我修这个莲花印，修的身体好了，我再修那个行不行？哎，也可以，啊，也可以这样修，修一百周就可以修。师傅，我打那个莲花印的这个手指头有啥？放松，两个照就行了。这是造成的，打开的。师傅，你再打开啊！好，一个个。那几个手印我没分就行吗？啊？把那几个手印一块分了。手印啊，手印。说的是一个印。手印嘛，你们这人都知道啦，你们可以向先进的学习好了，一下子都传了，你们也记不住，要传全乱掉。师傅。你们手机很多人呢、啊，很多人，哦，比如举几个例子给你们听，你们这有刘恒模居士、李继南居士，啊，很多人呢、啊、都晓得了，你们修下去，再问他们就行了，啊。师傅，修完这个以后，就四印二印，先修四印，先修二印。哦，先修二印。先修二印哈。先修二印。喝酒失忆。哎，莲花印是不能修多少年呢？告诉你了，修一百周之后就可以修。一百多天。心经法。一百座。一百座，一百天也可以修。这没有严格要求上盘。单盘、自由盘都可以。你太不用心了。啊，毛巾写过来。毛巾写过来。啊，师傅，就是修完两轮之后，二次印的时候是那个二印一天，四印六天。如果要是三天的话，每天修两座，空都可以。哦，这样。假如每天修两座，就一座二印，一座四印。啊，假如每天修三座，而是一座二印，两座四印，这样，一座二印，一座四印是两座，修三座就一座二印，两座四印。哦，其他不要关心，因为他这是。像我就是用耳根听，就是耳习惯听师傅的，就是观音菩萨修法，观音菩萨耳根听，耳根听自己以后无声无声，有一种事情心里无声无声的听清楚，大老爷子讨论腿讨论大老爷子不动，那么就不听了。